我都不用放卡片或什么动作吗？不用。雪的 S， 你看我的 S 好像是现在的，你看，而且我刚才就在那么弱。雪的 S， 呵呵，我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帽子。口袋都揉好了，走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真的在这里没穿好鞋，然后一只脚滑，你知道吗？脚是空的，然后就怎么怕摔死？你是说正在穿就滑走了？是已经要走了，但是可能我是脚刚穿没有穿好，以为穿好了，但它可能是鞋子会掉的那种状态。嗯，原来是这样。不知道楼梯在哪。广州五郎的。嗯。你看，这个没穿好。现在就是在感觉那个冷热度啊，大概是左脸跟手套手指开始，跟大腿，大腿上面因为紧贴着，怎样偷看什么？我在看，在翘起一只脚。我回头，不是我在看说，觉得树林比较不一样啊，想拍张照，但前面有人，想说我后台会比较。昨晚好像我拍过，还是没拍过？怎么突然间现在清楚了？对呀，很清楚。刚刚你在我们正在推进到往缆车的时候，右边刮起一阵大风，然后雪道上就都是雪。那时候很雾。要滑一次小树林吗？小树林是什么？不是小树林啊，这个三五郎前面那一个。很漂亮的那个，很漂亮的那个。对呀。很漂亮的那个。就三五郎前面那个嘛。好啊，最漂亮的那个。不过三五郎前面的话，接近缆车又要小推一下，再速度小推一下。看他那个搭缆车的时候，嗯，是挤成那样的，都不知道是挤什么。他左边那个是
老头子哦，因为他蛮矮的，但是他穿的是松雪板。哦，要不是女的，要不就老头子，但是他的身形看不出来。这个好急哦，我就不知道他在急什么。他一直往上看。然后换这个雪板漂亮。他是要讲什么？他只是说不好意思。他的不好意思就感觉在礼貌，但是懂哎，就有点等我，对啊。不过反正前面就那么一个人，我也不会冲。冲上去跟一个人在一起。对吧？他在我后面，我就想说，好，我先进来好了。他一副要走我这个门。吐吐吐吐吐吐！急得要命，我想急什么啦？这车又不会跑掉，车一直开走。有啊，车也会跑掉，一直跑掉。好冷啊！然后唱歌，下去左转要小推一点点。好冷哦！好冷吧？越来越冷，好冷。温暖的地方出来，就是就会觉得特不太行。嗯。我也不觉得这里的特色是缆车很想盖两条。嗯。别的地方也有两条，然后那单人座也有两条，都是带行李的。嗯。我们现在都。这两年我们出来滑雪都没什么在排队了，后面之后开放后我就大排队，就每个人都受不了。但是在 Corona 之前，八方也还好。被挡住了，不知道那个方向到底是去哪里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里确实还有一条雪道，就是比较绿的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是从三五郎前面直下，然后右边有一个比较绿的，是一轨的，对，但是被打岔了，奇怪。太远了吧？嗯，我现在觉得膝盖后面很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它一上车就整个坐下去就很凉。我现在手在放松。你没有绑紧。拍张吧，拍横仓还没有这里看起来陡。是吗？好了，拍好了，赶快收起来。就这里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它那种刚往下的面看起来一副陡。哎，往下冲啊！我没有要往下冲啊。就这么一小段，下面就好像很平的样子。Thank you.
你怎么了？我人说不像我的。我刚跑去刮刮没人跨过的雪。对啊。还好啦，那里不会怕了。像我也骑太多，其实我脚一弯腰，喝太多，喝太多，你喝了我多多我三倍哦。杯喝两杯，玉米汤喝一杯，把你玉米汤减一杯，跟咖啡四分之一杯。其实我会喝半杯而已，你喝啊还一杯。因为我们坐那个船就是点一份的，对啊，那餐那么贵，四千多。以吃到的分量来讲，两千块的餐账，跟其他雪场的比算很便宜的。其他雪场的两千的，你能吃到什么？有寿度两千，是能吃到什么？大概只有最小的意大利面吧。你现在在哪？啊，我在手取暖啊。对啊，但是我刚不想握拳，所以只好好了。现在握拳，还好不是最冷的。我还下游好一点，所以大家下车要往右走。对，往右带速度，切到我们刚下缆车那一盘旁边。切得了那么远吗？往切得了啊。下缆车是28的缆车那边。刚来的那个缆车，那个叫什么？片背还是是片背缆车吗？我不知道，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就再也不要经过那个小池子了，推死。现在有比刚雾，都是雪雾。这里有条线，这里有线围起来。它这样子用雾是很清楚，那头跑过去会被雷断头。对啊，我是说真的。嗯。他要加那种线，不然他这样翻。我不是在留寿都，我说靠腰有个墙在那。嗯、那个墙只露出10公分、嗯、也是啊、嗯、我就赶快换个方向，你就要停住，然后人就飞出去，搞不好我还要回去捡雪板，现在就有飞出去了，两个雪板两个一起留在那里，这样
会用耳朵听到鞋打架的声音吗？啊？跳跳跳跳。对对对，你有听到吗？这种就是树上吹下来的那种，嗯，它是颗粒型的，会掉掉掉。嗯。但是如果是下雪下来的，就不会掉掉掉，比较不会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之前我在白马，看你的，都 OK 吧？对，都 OK 了。之后就那几张卡这样，这里往左贴。靠左边的墙壁推不了多远。定休日，对啊，明雾锅烧，锅烧 ，Q 洞 ，Q 洞，前面这个雪道啊，怎么弯都不要转，直直冲。范围盖到动物。但是有三五郎的话，这个就还好。好啊，你不用等啊，你干嘛等呢？一旦我可以开始动，你就会跟不上啊，完全不要停。直直冲往左拐，竟然还打弯。
下来前进。不对，脱下我的鞋子了。好啊。你看，怎么了？你鞋子怎么了？太凶。啊？太凶。啊哈。我不能弯腰，我坐下来。哦，你要去旁边雪壁那边坐吗？我看看这个坐起来怎样。嘿，可以坐啊。好深哦！好松哦！更松了，松两格。你说你刚刚扣松了两格，对，要扣紧两格才对。反正我每次这个扣子都扣不回去，就脚踝滑的时候都是松的。啊，很危险呢。然后我说我要把它扯一下。很好。开啊，有开，要去那个缆车。那里有一个人在走路的。不是，刚坐上来的是右边那个缆车。
你说什么？是啊。冰块，过的是上面直接下来的黑线，没滑过。再下来滑。再滑。如果滑绿线的话，就是我们第一天下来的地方，这里出来。那就慢的要命。对，慢的要命。手跟脚都酸。然后黑线滑下来，接着再坐上去，然后树冰眼就可以接黑机了。不过树冰眼还是要小推一下。手酸，脚酸。观察一下。现在看，现在那个气大一场，气大很好。你说的？气大一场，气大很好。有办法放室内的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一点点啊，五公尺啊。只有五公尺？就很近啊，就近。我那个门一开出去，我只看到一面墙，所以那个墙大概就五公尺。我猜是十公尺以内吧，对，就很近啊，但是还是不小，出去就要被虐待头部啊。你头洗了吗？洗啊，这不能先洗啊，就是要干的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泡温泉都不能先洗头，要后洗头。我都有先洗啊。No，那难怪你都顶不住啊。但是那个各室本来就什么都没洗啊，也一样顶不住。你头发太小了，头发比较多。就是这样。也是两个开一个。嗯，对啊，我就跟你说这里很爱见两个。嗯。还是你觉得花五千就够了，不要再花四千块，你是这样觉得吗？我是都 OK 了。这已经是本季最后一次滑雪了，不好好那个本季没有滑雪了。你觉得我们从台湾回来还有准备好再滑雪吗？都三日了，应该不可能吧？一定要，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滑雪的情况，就又变成要累另外一种累法，湿热力啊。对。啊，长这样，偷看一下雪道。上面缓，下面稍微有一小块比较急，但是应该还好，但是太雾，而且不是这里吗？那这个翘起来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是它被分成左右了？先看看。
那里有放柱子，所以应该那还是他被吃了怎么样？感觉这边是从那里切过来会很陡，我觉得是挡上面，所以这条很险。哎，这里又挡，我是从右边这样接在。OK， 了解。欸，这里还有个 mark 呢，利路禁止。然后这里说，哦，一回路。我们上次是切那边走掉，第一天来的时候。对呀。好，这，哦，是从这里切过来。OK， 懂了。那下这个黑的下半部要留速度，哎，留速度进行车站就可以了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恐龙？那我给我看，它没有手啊，两只手在这里啊，垂下。恐龙的手哪有那么长？恐龙要短手，那手那么长就是气了。左走就是树冰岩。对对对对，这条路我们走过。我刚尿的差不多。小掌跳跳兔，他就走了，蹦的就不见了。我真的怀疑我的血迹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雾啊？我就我觉得下面就要冲了，我怎么觉得下面就要冲了？一点感觉不是很黑的黑线。
房子啊，那是那台没开的缆车吧？所以我猜是在这个树林的后面啊，很怕没有速度。你在等我？你到我这里来等啊？我怕你走，我走远了你看不到。一股力道，我一扶他下去，你想让我晃，要我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嗯。开枪，这么激动啊！哎。他用共推要解决。你看，有被整。我在拍照，我一直。有被整过的跟没整过的。一边是载满了雪，另外一边是被他共推要推过的。哦，有没有？还是说他不是要运作？因为太多雪太重，不会太重太重。他可能要定期清一清。对。但是刘寿都那个停的就真的就，然后就挤超大的，他那种就是大块，恐怕然后共推要。他可能挑敲棒棒吧。我刚只是想说，这种路我有没有办法像我平常这样顺下的一路冲到底？你有这样下吗？刚刚就一直停下来，没办法试的。其实可以啊。要再试一次吗？不用啊。就是他虽然标是黑色，但是我认定，我认定是红色。也许它的雪少的时候，两边会翘起来，不一定。翘起来就滑中间掉了。或者说它只是因为窄就被认定为黑雪。好啦，要回树冰原啊，努力推啊。不要再滑下去了。不用啊，要滑去黑鸡滑，黑鸡好玩。不知道上午的粉。就是我再试着滑最上面这边，就是滑的一头转下的。黑鸡那个黑啊。如果黑鸡那个上面没那么雾，我们就去黑鸡黑。黑鸡黑我们也没滑。啊？三十的那个吗？我没有背数字，就是最右上角那个。好啊。那要是还是很雾，我觉得我们就滑那个红的就好了。哇，红的我都已经滑就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了，很可怕。对啊，主要是看不出自己的速度跟位置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哎呀，有点昏头。昏头。滑到昏头。雪茫云炫。就是那个小跳跳的人又继续了，他努力的练，他一直都只滑这一道，他练光。但是这样子他已经不大要练了吧？你觉得他已经很强？对啊。今天也算速八人啊。你觉得有很那个样吗？对，这边看起来没那么。比较不受风力影响。刚刚是这个的最上面是那只像恐龙的吗？那我带了它。长手恐龙，奇怪，手这么长。你觉得膝盖很痛？有，这个是温和型，只要能这样也可以。这种比较舒服。
那其实这样的速度也是我们的两倍，也有同样 pose 的，但是速度还可以再更慢，就是一模一样的 pose， 有 N 种速度可以滑。好，太阳在我们的头顶。对啊，好亮，但是还是好雾。应该是乌云开的，乌云开了，但是雪雾没开，雪雾还是笼罩在这里，还是山雾，山自己的雾。高亮度恐龙。他会选择哪条路呢？他去了右边，但是那边只写红色的。哎，塞拉库斯，哎，是他吗？糟糕，我看看我自己，怎么这次上来觉得比较看不清楚他的手手啊？有了，有了。
露营啊，露营啊。录到你讲脚好酸哦，你的加速 pose 只能冲到那里啊！我用加速 pose 冲到这里来，不冷了吧？不冷，我就想说，待会另外一个是在那个缆车。另外一个，你说另外一个什么？然后你说掉在那里，就是你的，啥？有人找到吗？你插在这里？啊，我就插在这里，因为我在这里，我觉得我马上起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好笑、哦！太好笑了，远远看一根，是不是哪一根？我就觉得是，我有看我一路就往这边来了。你那时候你在这里干嘛？那时候我在这里，然后一下缆车就跟你说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然后我就打开窝窝在弄东西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以为我放进去，可能放到掉了。哦。哦，有人就帮我插着。笑死。而且他用岔的，搞不好从昨天岔到现在。然后，来到这我还看得到。没有，不是用岔的就会看不到了。很聪明的人，谢谢。一点点结冰而已。不要理他了。我要弄，但是说这样会湿掉啊。湿掉就湿掉了，放到背包里。太好笑了。我就会说，我觉得在这。啊，你那么准。你是说从上面滑下来到这，还是从那里滑下来到这？反正下来以后，我就跟你同桌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太好笑，太好笑。搞不好昨天我们回去看影片，搞不好昨天我们坐22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插在那里。然后只是我们没看到。但是影片会告诉我们，是不是早就有人把它插在那里？像你现在就是属于开开，然后有点侧着的状态。好吧，以后你再弄，我就看着你好了。以后我就会确定我拍完马上收回收走。我猜是你放着的时候又掉出来。而且这里东西掉了是没声音的。对啊，我远远盯着他看，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好了，去黑鸡玩啦。哎，那个我们上午遇到的教学三人教练加三人组还在，我们打在路上。对啊，我们要切去黑鸡的时候。回去看影片，对照他们的衣服就知道了。
捡一个掉一个。我猜是1:40还是50吧。1:50。哦，那可以聊聊。好。去餐厅，你知道最下面的路切右边。接。Thank you.
个雪都要去蹭一蹭。停了啊，停啊，碰到什么都可以去蹭一蹭，真不错。对啊，上午都没了，期待明天。下午已经不行了，一下还有晚上要下雪才会有，这样吧。复试，对呀、啊，这里是一半室内啊，我猜有差。要不要？嗯，不要，不用吧。没事，你可以恭候了。哎，我好像还没有，到底有没有？